的啦。好啦，咁不如咧喺呢個時候，請我哋嘅咁多位嘉賓，你咪一定唔係用手機。是香港隊我都捧的了，好開心啊，好開心啦，哇，今年真是喜出望外。你最中意睇咩啊？其實我係中意睇女排啦、跳水啦、自由體操啦、羽毛球啦，都比較中意嘅。中國隊盡咗力㗎啦，體育精神唔係贏與輸㗎嘛，最緊要係參與啫，我覺得。你有冇留意即係公司發行嗰個媽媽啲神奇手指咧，俾人話利用運動員嚟宣傳？冇，冇回應。而家開緊工啊？拍緊掃毒咯，三。掃毒三。係係係。拍曬未啊？拍曬。爭香港未拍？仲有開工未？開啦。俾唔俾順啊會？OK 開工 OK 唔怕唔怕，再熱啲都試過。你參過以前熱到好緊要，仲要拍古裝咪仲辛苦。因為呢排啲天又焗咗嘅，真心又颱風，又落好多雨，咁又係辛苦咗。咁啊盡量補，即係一定要飲多啲水咯，唔係真係好容易中暑。有冇見過咁？頭先學員有冇見過星夢？有。有冇睇你哋比賽嗰陣時之前？睇下唔睇下。揾佢拍戲啊！再講。